好，然后视频号的话在主页你们可以去看。感谢宝贝的烟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都感谢过来了，几天没见了，两天吧，谢谢哥哥，两天没播了，两天没播了，前两天又是按摩又是打游戏的。哎，我不是发博了吗？给你看，哎，左手消了，消了，我俩的，但我这个就是被手机架的都起个茧了。你看看到我的茧没？我起了一个泡，就是手机卡在那个位置，就打游戏不是就这个样子，然后这儿就经常卡着。跑来跑去很累是吗？贺先生在播没有吧？应该没在，一会儿连了吧。哦，有有有，别跑了，小心一下喝酒。你是情侣吗？是的，是的，如你所见，如你所见，如你所见。昨晚姐夫差不多，因为是昨晚没播呀。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关注。昨晚心情可好了，昨天打游戏都赢了400多。你这姐妹她就是小财迷，她就是小财迷。我想着我每天稳定打游戏赢2000，我一个月游戏的收入有6000块了。对，4年情侣。健身吗？他一般会健身，我不健身。谢谢大家的关注啊！大家没关注可以关注一下，然后没加我们的灯牌可以加灯牌，感谢大家。谁是姐姐？什么什么？谁是姐姐？他是哥哥，我是弟弟。姐姐，下次变装那小心在后面。我的号我肯定是在后面的，不用想了。他的号的话可能就我在前面。哎呀，真的好多很老的。健身的人有小肚子，对啊。我跟你说，流行的趋势是一直在变的，好不好？像古代还是以胖为美，行不行？我有自己的风格，我是不一样的烟火。我跟你说，你2020年以后了，马上就是小肚腩就是趋势。对呀、啊，这都是趋势，趋势是慢慢变的，姐妹们。你就跟以前，咱是不是这样？以前咱就是一听到什么，你是学体育的，不行，这个人文化成绩不行，他是学体育。现在听到体育生，体育生。对不对？趋势是要变的，姐妹们。你说2000年的时候哪来什么电音啊？现在哪首歌基本上都是舞曲电音，以前都是情歌，不一样的时代在改变哈。你的意思，你马上就该就是到了你可吃香的。我现在就你很吃香的呀。哇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知道。我现在不吃香吗？我觉得我吃香得很。我们那泡面关门是什么意思？可能因为你太单纯了吧，你就没有。它是一个比较隐晦的梗，好不好？你看那条视频引起这么多共鸣，那肯定是有它有引起共鸣的点。你不懂就说明你还年龄可能还小，过几年就懂了。姐夫有人追吗？天哪，都排到法国巴黎了。一会儿放这个卡点，我们两个表演才艺。我们默播吧，尤其在广州。哎呀，最近不是可流行那种默播吗？我看那个什么美牙的，我们从今天开始就默播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个新主播，他就是什么行为艺术播，就是沉默的播，就不讲话那种的。那怎么？那有人送礼物，那来个嘉年华什么的，你也就沉默。有可能来个嘉年华，我就这样。我看到了，意思就可能这样。那试试。挑个眉 ，OK， 我已经注意到你了。
快点，我们等等连个麦，连麦的时候我们就一句话不说，然后他们说惩罚娃妈，他说娃妈，我们这样，就我们不说话，我们从现在就不说话，吃东西动也可以，就不用一直在那儿，我们可以动的，但我们不说话，就一句话不说，就一句。先打王胜粉丝是谁吧？先打王胜粉丝。他不在，等一会儿吧，等一会儿吧。就是我们先在我们比较熟的朋友面前演示一遍，如果没有被打的话，我们再去外面 PK 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。他们说突然不说话感觉好安静，觉得我们可聒噪。你们觉得我很聒噪？先英语的，先英语。欢迎英语的，感谢宝贝的风扇。真的呀，我感觉还蛮好玩的。那惩罚应该怎么说呢？就注定啊。就惩罚的话，他们说如果他说了的话，他就在自己的直播间自己闭麦，自己禁言十分钟吧。中间是在自己的直播间这样沉默的坐着，坐十分钟，坐十分钟不能讲话。这样我就哎呀，好紧张。跟王胜峰打一把，然后输了他就坐十分钟不准说话。嗯，然后我们两个同样连着麦，我们在那玩我们的，反正他不能说话。我们在那聊我们的 happy， 我们他不能说话，并且还不能闭麦，不能闭麦听到我们聊天。其实我们要跟他连着监督他。哦，监督十分钟，他不说话也不准闭麦。加没加灯牌的哥哥姐姐们可以加加灯牌，没加灯牌的哥哥姐可以加灯牌。你别笑场，我可怕你笑场哟。我不会笑，我不会笑。我也不会笑。看到他我就一肚子火，我怎么会笑？姐姐加了，好的，欢迎亲爱的燕儿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新进来的宝贝们。没有觉得很好笑。哎呀，可着急！欢迎大家加入粉丝灯牌。可容易笑场是吗？不会，我要笑场的时候，我就掐一下自己的大腿。他们说我们有什么大病，但是我是那种忍不住会感谢的，就打 PK 的时候，我会忍不住感谢感谢，就会激动。大家不要觉得我们不尊重大家，我们这是效果还是效果？等等，如果就是等等，如果玩这个的话。就是有人送礼物，这样。这个就是我的表现。我们用面部表情来，比如说正常一点礼物，我们也就，然后说，呜呜，这个高音。并且我们俩没有声音，我们两个鼓掌，就这个样子。直播间的人都被我们吓跑了，没有，刚刚上热门了，人就会比较多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可着急，可着急！我们先笑一下吧。别人关注的 CP 都整天在那甜甜的腻歪，我俩就像来搞笑的一样。我俩是不是有点过于日常了呀？就我俩的日常太多了，姐妹，你们会不觉得烦呀？别的主播一进去都是。我俩一进来就搁那吃吃完东西就开始吵架，就每天在那边拌嘴。太好就我们可以动，可以打一把闭麦，闭麦打一把干嘛呀？闭麦。
好，惩罚吧，惩罚，惩罚吧，说呀，你我们连着麦就一直到十点，十点十分，十点十分，你不能讲话。到十点十分你不能讲话也不能闭麦，我们这边的人会随时去检查，你不能讲话也不能闭麦，就任由我们掌控两个直播间。你只能像刚刚，你不是喜欢模仿吗？刚刚那样你不是喜欢模仿吗？啊，让你模仿个够。好，你不能讲话哈，也不能闭麦，你这下可以哑个够哈，你刚刚在那哑，这下让你哑个够。对面主播好丑。对啊对啊。没有人说这句话好不好。欢迎欢迎新进来的宝贝们，大家没关注关注一下，欢迎龙王可惨。刚刚他在那拍龙王的头你知道吧，他觉得莫名其妙。喜剧。龙王都被拍晕，他又被吓到了估计。没有啊，他转的时候可生气。没有啊，生气了龙王。龙王。他在玩这个逗猫板。你别讲了，要不会吵。但感谢刚刚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太感谢了。哎呀，你一起生你的朋友。对面打字了。对面主播是不是心情不好呀？不讲。
应该是吧，他不想讲话。没事没事，我们聊我们的就好了。嗯，很拽的那种。龙王还是龙王，我是丸子的丸，然后他是肉丸的丸，好吧？我跟你们讲一个，陈绿搬厦门了，陈绿还说要不要跟我们一个小区，他搬厦门了，因为他拍摄需要嘛，就直接来厦门了。这两天都没见过他，本来想约他的。哎，这个摁的头像，你们之前是不是用过？好像有。嗯。没有，说明是坐着。真的假的？都来厦门。对。面好丑。面好丑。他为什么骂直播间的大家呀？他们说，他说你们丑。嘉华好丑。陈绿消失了，对，他签好像是签了厦门的拍摄团队。什么妆？你打字好慢呀，我八十岁奶奶都打不下，打个三十。小鹅叫。求大家上上票。笑死了！还有三分钟哈，再坚持一下。求大家上上票！求大家上上票！我们也求大家上上票。我们之后准备买一个喇叭，就是现在的喇叭不是都可以录音吗？然后我们录一个上票了，上票了，收一下它，收一下它。每次到三十秒的时候就按一下。也不可算，求大家上上票。哎呀，对面好吵哎！谢谢大家，谢谢送的纸鹤呀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。感觉他有很多话要说，那两个手一直动个不停。感谢清寒的私人飞机，感谢清寒，感谢清寒宝贝，感谢宝贝，感谢宝贝。哎呀，你干嘛呀？你要给我买什么东西？别这样，别这样。对，可以，这是要搞笑。对啊，因为我有时候我们觉得他太聒噪了。等一下。他李朝有事不能播。他李朝有事不能播。You were so ugly. 他李朝有事不能播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You are really fired.哎，你说那种新进来的会不会以为我们两个？我从我母亲给打。都是那个。我从我母亲给打。他们俩都不会说话，我从我母亲给打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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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丑。有病吧？哎呦，还有一分钟，完了他就解放了。コナクリ。今朝は見にくいです。コナクリ。あなたは見にくいです。え、你们在干嘛呀？あなたは見にくいです。你好丑啊！あなたは見にくいです。
คุณน่าเกลียด你真的就坐下吧，坐下吧，你们坐下吧。这一把又没有玩，又没有这一把是你们惩罚呀？你在什么坐下？什么坐下站起来？坐下站起来的？你在说啥呀？好狗啊，就惩罚，无语。还蛮好玩的。这个就是惩罚呀，又没有玩，你在那儿，他在那儿坐下吧，坐下吧，啥呀？我们下次玩那个，你输了，那你下播十分钟。啊。啊啊！你疯球了你！疯球了，好，那我们走啦。好，拜拜。现在我都一块了没？拜拜，拜拜。还蛮好玩的。